Hola, 大家好，我是陈丽如，斐济驻上海总领事。本月的斐济中贸研讨会将为大家带来总共六个不同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目前，中国是斐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斐济的第二境外投资国。我们在此诚邀来自中国的各位买家来一同探索斐济的优质产品。斐济投资局也将协助您与斐济的出口商进行对接，欢迎参加斐济投资局举办的系列贸易线上的研讨会。